又给你。你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，为什么想要接下这么一个神圣的任务？因为小时候在加拿大，也是靠海的城市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妈妈还有哥哥，然后我们就坐这种橡皮艇啊到外海去，然后就有去看特地去看杀手鲸，就是 Orca， 然后就很大的一只从我们的橡皮艇底下游过去，这样，所以是跟他有亲身体验。所以就是知道达尔文金这个东西，我就很好奇，因为我是很想要学习多一点新奇的事物的人，所以就二话不说，我就一点没有。这个过程让你配得多，这样先问一下，配得好不好啊？还可以，好好，激烈的掌声，太棒了！那你在配的过程，你配了多久？当时是一个中文的配音，老实说，其实当时配的还算蛮顺利的。那配音老师有帮我非常非常多的忙，所以大概4个小时以内吧，把这个2个小时的片段拍掉，都配完。